快看呀，足球场回归了！你们还记得陪伴我们最久的足球场吗？陪伴我们最久的足球场竟然回归了，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快看呀，我还记得当时足球场的旁边是一个爱睡觉的打工仔。在最新的版本，快看呀，的打工蛋的位置被摇摇车替代了呀！快看呀，本来足球场的位置被火箭乐园所取代。伙伴们，如果你还记得足球场，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有小伙伴告诉我说，蛋仔中的足球场永远都消失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伙伴们，错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其实老官方偷偷的把我们的足球场给了我们藏了起来。我来告诉大家足球场在哪里啊。众所周知，在蛋仔中有一个分岛屿，伙伴们就是这个蓝色的房子，门口有几个爱心的气球，走进去，进入分岛屿，你会发现在摩天轮的右边有一个大家熟悉又有回忆的建筑。伙伴们快看一眼，足球场回归了，就藏在分岛屿中，虽然变小了，但是这也是我们的足球场呀。伙伴们想念足球场的时候就来分岛屿里看看吧，回归的足球场就在分岛屿里啊。